大家好，我辉哥。很多人讲我没有脑，让没有脑的人来考考你们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火车有没有毛？啊，你们一定讲火车哪里有毛？不相信啊？你去到火车站问那个火车，火车火车，你有毛不？一马上给你打，呜呜呜，急错啊，急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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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车唔是叫啊，是夜猫是急错急错啊，最贵那个安平的猫，好像吗？好像吗？好像哦。Subscribe. 哎呀，King Kong Media Production YouTube， 一样的。